你现在需要的是刺激。对不起，是很紧张的。我要放那个酒，然后他会转过来，然后就很近啊。那一刻我想了很多，那一刻在我的另外一个世界是好几秒。我已经大概两万年没有拍过恋爱戏吧。哇哦，恋爱的感觉回来了。平常就是跟他讲话的时候，就是哦什么没有忘记，走好收到。可是他真的在跟你对戏的时候、演戏的时候，他其实那个眼神啊，其实是还蛮真挚的。他真的很奇怪，他真的是个超级奇怪的人。他非常非常怪，就是我很少会觉得有人比我还怪。在我们剧组是你只要听到了口哨声，你就知道他来了。大家不要再被他外表所骗了，其实他就是个怪人。我们要演一个真的是非常多年的好姐妹，尹盈萱，她对于很快融入到彼此的表演里面，我觉得她是很厉害的。她是个非常纤细的演员，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是不一样的见解的时候，不用怕丢东西给她，她也是会打得回来的人。还好是大家都是很愿意帮忙的，我很需要对手演员给我东西，她的一点点小小的改变其实都会改变我。静花，他如果镜头不是拍他那面，他该给你的他还是全给。妮妮也是，他会很真心的给你，你是可以看进他的眼睛里面的。万婷也是。祝我生日快乐。其实陈婷你在我们剧组里面有时候蛮强，反正她是一个很可爱的女生，非常可爱。每一个人的个性都好鲜明哦，然后每一个人也都很大方，我就觉得哎，好哎。那这个梦想是要对对外吗？现在好。我觉得跟胖姐很开心，这个调，就是连在读本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开心，就是他会念说，不是，靠，这也太难讲了吧，然后继续念。他在戏里的那个感觉，或是他私下的态度，以林平英或是以石艾玛，我觉得我都学到非常多。资深演员，他必须要有多强大的心脏，才可以走到今天这个位置，所以跟他们，我觉得常常要斗智。艺文导演独有的那种戏感真的很好玩，他那个疯狂的程度 range 有多宽，答案是真的很宽。哇，我们真的拍完以后还能在这个圈子活着吗？导演本身也是演员嘛，所以他会给我们很多的招数，就好像在传授十八般武艺这样子。他在导戏的时候都会用很多撞声词，呀，黑妹子也是第一次看到我导演这样，那我都能听懂哦，那种轰隆的感觉。就是有些东西你没有办法用语言形容，波动心弦，每个人就是那个感觉，摸头发，好具象的表示，就交响曲开始，对对，就是我爱，心中有噔噔噔噔噔。很愿意给我们发挥的空间，然后在现场又让大家很欢乐。跟他在一起真的是每天都笑，每天都笑。你从每一个人身上有感觉到那个变化，跟慢慢的彼此的心房打开这件事情。你在跟他工作的时候，你必须要去找那个平衡点，但是同时你又希望你可不可以再给我多一点，我们可以再危险一点，可以吗？这样演员会珍惜这件事情。你会看到每一个不同的演员，当你在看他的角色的时候，你有一个想象，可是他们处理出来的事情给你一个不同的方向，可能更精彩的时候，你觉得这个真的很棒。虽然说都是第一次跟这些演员们合作，但是那个球赛的来回，选手自己本身都觉得哇靠，好爽哦，这种比赛太惊险太刺激了吧。你才是可敬的对手，可以集结这样子的卡司，真的是大开眼界。